劝劝。小薇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回去吧。阿姨，是我。我是小薇。小薇。哎呀，小薇，真的是你啊。小薇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来，进来坐。哎，孙老板，来，孙老板，进来坐啊。好好。请坐，请坐。来。来。倩倩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别走啊。孙老板，小薇，对不起啊。我听说了，这几天向哥你一直在找我。因为我你受了很多的伤害，所以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弥补你的。怎么弥补啊？难道补一个订婚礼？啊？我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你的啊。小薇啊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做主的啊。向阳哥，你别吓着了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啊。阿姨，哎，你也不用再为我操心了。哎呀，其实这几天我都想明白了，感情真的是不能勉强的。哦，我爸也说了，向阳哥啊是个好人，让我啊不要再为难他了。我们家小薇呢，被我惯坏了，太任性。其实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向阳，他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吧。是啊。你看看你们俩，怎么分都分不开。我想清楚了，向阳哥，与其强拉着你，却得不到你的心。还不如啊，我自己先退出，让你啊一辈子都觉得欠我，这样你就会想着了，对不对？小薇，真的对不起。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倩倩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我衷心的祝福你，永远幸福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小薇，小薇，这事啊，是我们家向阳不讲的。我会好好教训他的啊。还有孙老板，这些天啊连句责备的话都没有，这让我们更过意不去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把向阳交给你，你怎么惩罚都行，我们没二话说。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啊，什么惩罚不惩罚的，我早说过咱们是一家人嘛。老哥呀，真没想到你们如此的宽宏大量，作为老弟的向你赔罪了。其实啊，我们都一直都非常喜欢小薇，不管她以后跟向阳的结果是怎样的，但是我们还会一直的疼爱她，就像疼爱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小薇啊，你看看你最近这段日子啊人都瘦了，待会儿啊我让你叔叔给你炒几个好菜，让你好好补啊。嗯，那你们先坐坐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啊，好，先生，倩倩，我看这样，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。倩阳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先送倩倩回去。她自己不知道回去吗？去厨房帮忙。我自己回去。啊，那你都保重吧，我过两天过来看你。
听人说你会回来和我们见一面，我们也给你捎了点东西。在那边没有人给你洗衣服，我多给你带点衣服，你勤的换下。这个家失望了呀，世峰死了，世强也死了，石兰离开了家，倩倩留在我的身边，却也不肯叫我一声奶奶。你说这个家还剩下什么呀？现在
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俩不能倒下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都不在家里待着了，我一个人待着多没意思。我来陪你。你是别有用心吧？陪自己老婆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本来呢我还准备喊小旭一块儿过来的，那死活不来，不来拉倒，不来我来。小旭还好吧？挺好挺好的，不过这两天老没在家，也不知道在外面忙什么。这件事最难过的就是他。哎，是啊，小旭对那个倩倩那么痴情，谁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。难怪了，这老爷子对姓许的一家人这么关照。这次呢也算是歪打正着，要是没有小旭这档子事儿，估计他们会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藏一辈子。我真傻，蒙在鼓里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认识谁他也接受不了啊！好好的一份家业，突然冒出个私生子来抢，那是没法接受。我接受不了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身。哎，都一样。这虽然现在许世强是死了，可他老婆女儿呢都还在家里住着，爸爸一定觉得亏欠了他们，所以偏心他们那是难免的。这次你出来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的要挟一下他们，不把利群大权给你，就不回家。你就惦记着那点家产。哎呀，石兰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再说了，我不为你着想，谁为你着想？你为利群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这次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利群大权抓过来，等姓许的那个丫头成了气候，就什么都晚了。爸，你来了。哦，我来看一下石兰。嗯，您跟石兰先聊会儿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要我回家只有一个条件，把公司全部交给我。时候了，还要什么大权？你为什么就不答应呢？在你心里，到底是公司重要，还是这个家重要？四平啊，你也这么看我？我只知道，这么些年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围着公司转。把这家也赚散了。四平啊，如果说以前我还有雄心做事业的话，那我现在对权力真的是没有一点兴趣了。我是担心我把公司交给了石兰，反倒会害了他。为什么？石兰这个孩子为人片面，好冲动，目光又短浅。而那个王刚虽然表面上窝窝囊囊，对石兰言听计从，其实他内心很奸诈，城府很深，
石兰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怀疑这一次又是王刚出的主意。我万一要是把公司交给了石兰，王刚马上就会伸手。我担心万一那天我们俩都不在了，他会更加肆无忌惮。他会对石兰怎么样真是说不准呢。子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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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没有这点家业该多好。楚花，楚花，倩倩，干妈，干妈，这是怎么了？快打120。已经不行了。不会的，你坚持一下。姐，不要离开奶奶，我求你不要离开奶奶。不会的，不要离开这个家。做不了情人，还是一家人，这样更好，是不是？谢谢你。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反而坑身份了。不是身份，只是我一下子接受不了，我觉得有点厌恶。不过没关系，毕竟血浓于水。奶奶现在病了，我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个家。是啊，血浓于水。奶奶怎么样了现在？脑梗塞，医生说如果恢复不好的话有可能会瘫痪。但愿她能挺过去。王旭，奶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完整的家，我想你能不能劝劝你妈妈让她回来。我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次我没有跟她走她已经很生气了。如果你都跟她走，那这个家就真空了。你不舍得我走是吗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别介意。其实有你这个弟弟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。那天是你给向阳打的电话吧？他好吗？他现在压力很大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说好了不管怎么样都会在一起的。那你以后别再动不动就到酒吧里摔杯子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奶奶病了。老毛病吧，躺几天就没事了。这次怕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怎么？脑梗塞。医生说很有可能会瘫痪。妈妈，去看看奶奶吧。Thank you.
他不是有孙女陪着他吗？孙女是孙女，你是你啊。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他们最想看到的就是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在一起。万一奶奶挺不过去了，你不想留下这种遗憾吧？性命也有可能会全身瘫痪。妈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是诗兰，你的诗兰回来了，妈，你跟我说说话呀。也不全然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呢，以后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。你认亲倒是蛮快的。不快不行啊，过几天我就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出国啊，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办手续。应该差不多了，过几天就可以走了。你还是要出国？以前你爷爷只是想让你俩分手，现在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出国？我看到倩倩总是感觉到别扭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她。我需要找一个可以让自己调整的空间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妈，不就是个公司吗？儿子啊，
这些无谓东西争来争去有什么意义呢？到最后带又带不走，白白浪费那么多精力，有这时间呀、啊，还不如好好享受生活呢。你以为都像你，没心没肺。可是我过得多开心啊！你看你，50才出头，有白头发了，皱纹也爬上来了，都是操这些闲心操来的，何苦啊？你找打吧你！妈，还有倩倩，她是你的亲侄女，我真希望在出国之前能看到你们相认，这样说不定我可以比较快地调整自己的心态。你希望我跟倩倩相认？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能开心。小徐真的是长大了，都懂得珍惜家庭了。有时候我觉得挺奇妙的，世界这么大，为什么偏偏我和倩倩？是有余，蠢娘们儿，跟他说好了，让他待在公司里，坚持住，别回家。难得有一次这样的机会，两个老的已经是坚持不住了，可他倒好，招呼都不给我打一声，回去了。公司里的便宜那是一点没占着，儿子却要走了，这下好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许世强是张惠泽的私生子？是啊，这可是许世强临死之前亲口说的。那许倩倩就是张惠泽的亲孙女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帮人瞒得可真严实。这回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儿，估计那老爷子能把这秘密带到棺材里去。干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你岳父承认了？承认了，他当然得承认了。事情都已经逼到这份上，不承认行吗？爷爷，你找我。哦，倩倩啊，爷爷想跟你谈一谈。如果您是想说以前的事儿，就不要再提了。我还没有勇气面对。我就想把它抛在脑后，看时间过去，慢慢忘了。倩倩啊，爷爷欠你太多了。您别提这些老话。啊。
你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是问我工作的事儿吧？啊，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了。前段时间一直状态不太好，没有什么方向，糊里糊涂的过日子。姐姐，你也晓得，前一段时间很多事情对你打击很大啊。我们呢，对你关心的也不够。不，是我自己的原因。不过您放心，以后不管再遇到什么事情，我想我都会积极面对。好，这就好。姐姐，爷爷老了，有时候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啊。所以以后很多事情就全靠你了。是这个意思。你爸爸那摊子事儿，我必须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打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把这个担子挑起来？不，我不行。怎么？你是担心经验不够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爸爸他不在了，我还留下来跟您和奶奶一块生活。那是因为我们是亲人，我不想因为这个身份来换取什么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担心姑姑会有什么误会？你放心。不，我不怕什么误会，什么怪罪，我就是想能靠自己的努力做每件事情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。我到公司做一个普通的职员，至于这个重要的位置，我不能做。好吧，爷爷也不能勉强你啊。看来爷爷这匹老马还是卸不下来呀。你还硬朗着呢，别怪我多嘴。你为什么不要姑姑做？你说给姑姑做？她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。私生子，怎么又成了她的私生子了？她这种人怎么会有私生子？
说老先生，老谭，你就不能少喝点酒啊？这是两件衣裳，真是你少管。爸妈，唐伯伯，阿姨，倩倩来看你们。阿姨，妈，给你买了一些水果。倩倩给你买的水果。生产这衣服，黄瓜挺好吃哈，还行。我帮阿姨去洗下水果吧。不用了，那就多喝点水嘛。晚饭不要吃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偷东西乃笨颠的搭机。谁偷了？我这是拿的。你们俩现在怎么样？我管不着。还用双毛一根黄瓜？我只是希望，你们两个人不要在我跟前晃来晃去的，让我心烦，好不好？一根黄瓜也够了。妈，方子不够了。定了的，就是有一天，香雅被张贵泽认出来了，那是命啊！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的看见张家把我们的孩子抢走？你别忘了，我的心也就是被他们害死的，我就是死，也不会把香雅还给他们的。孩子，怎么回事？这客人怎么越来越少？前些天向阳去找小薇，厨房里有点乱。我们老顾客对我们的意见也挺大的，说我们的菜没有创新，总是老三样。这边了。哼，我看不是菜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真是个扫兴！自从他出现，我们谭家和打马楼就没一天清静日子。唐老板。有事说事，你不能这样针对别人。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你管得着吗？现在有客人在，能不能先不发火？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，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是吧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？行，顶嘴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想干了吧？不干就不干，有你这样的老板，生意会兴旺才怪。哎，怎么了，桃子？莫名其妙，好心当做驴肝肺，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人。向伟，我知道你是对我知道你还来，滚！你都给我滚！滚就滚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桃子，怎么这是？既然要不我们先不吃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不好意思了，下次再来吃吧。嗯，好，拜拜啊，拜拜。哥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再这么下去，这打马楼迟早又被别人给抢了。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别人是来吃饭的，来我们这吃饭那就是客人嘛。就是啊，又不是不给钱，对吧，倩倩姐？来吧，小薇，你怎么来了？嗯，就信你来这吃饭，不信我啦？啊，没有。小薇啊，你也是来吃饭？你想吃什么？嗯，就吃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给我做的那些吧。哦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倩倩，来厨房给我帮个手吧。
就这样。加上这段时间生意不太好，所以说话有点重，别在意。没关系的，他见我当然会不开心了。气包子。我就不知道你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？嗯，我都咽下了，你有什么咽不下的？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来其实是有别的事情要找你，你看一下这个。美食大赛。嗯，我在我爸那看到的，所以就拿过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要不要参加？这是好事儿啊，哎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好好宣传一下打马楼。小薇，还是你想着我们。哎，小薇，来，你的菜来了。哇，快吃吧。哎，向哥、倩姐，你们也坐啊。谢谢。坐了、啊、呀。好吧。向哥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我看到的美食比赛，你看一下。省烹饪协会组织的，应该还很有权威。对啊，校委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是啊，现在我们这个生意这么差，也该好好宣传宣传了。可是这生意不好嘛，应该从我们自身找问题吧。这又不矛盾，参加这种高水准的比赛也是种学习和锻炼，你可以试试。就是因为它是高水准的比赛，我没什么把握。这么好吃的菜还没把握啊？是啊，你说你试都没试过，怎么就知道不行呢？反正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好好准备，没问题的。放一勺，刚刚。